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怀伟，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 OK 精彩，大家期待一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吧。雨天吧。哦，今天吃到了西兰花，因为西兰花是我最喜欢的蔬菜。我忘了，好像是不想懂还是什么东西。需要爬到那个铁架上面，就挺高的，有。上去的时候会有点害怕吧，但是真的拍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。然后之前也是会有到屋顶上拍过，但这次是铁架，我看了成片还挺好看的。Round one.